为我在画表情包吗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猜一猜我要画什么？你几秒猜出来的呢？你猜出来的是男生吗？那你就又猜错了。今天这期不到结尾，还真不敢猜出来画的是什么，哈哈。其实这期是男扮女装，虽然加了辫子，可是还是有点像男生哟。快来评论区里说一说，你猜对答案了吗？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，就送我一朵小红花吧，谢谢你们啦，比心哟。一次心动，我听见心跳在扑通，鼻口脉动，是夏日清爽的微风，原来是白头水迷踪，双倍的感动，浪漫的滋味要怎么形容。